熱係十號，隨時起步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嘛，見到外欄位置跳出世界啊！咁啊拍住佢仲有飛天劍啊！咁啊再見到最入嗰邊咧，仲有大合士啦、奮鬥同心啦，入邊戴面箍黃黑格仔衫咧，仲有當家猴王啊！咁啊大概跟住個第六位中檔紫色眼罩就加州更好啊！再後邊有金康啦、大紅包就黃衫淺藍帽啦，近外欄嗰邊啊藍衫藍帽就韋小寶黑色眼罩嘅，咁啊再後邊嘅馬灰馬咧，咁啊有呢只連利福將啦，粉紅衫大約包尾到咧就極速前進，外欄綠色衫就大純威。好啦，跑咗一半啦，大合士佔先嘅，咁外欄有跳出世界啦，入邊啊奮鬥同心啦，咁第四位中檔位置仲有呢只韋小寶啊，咁再喺入邊咧，仲有當家猴王啦，咁後多少馬咧，仲有呢只大紅包亦都追緊啊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到啦，韋小寶已經喺外檔出咗嚟啊，埋邊係當家猴王啊，中間追緊上嚟，仲有一隻大紅包，接近終點嘅時候，韋小寶打搭再贏，捧埋呢個半島金禧挑戰杯，跑第二名當家猴王啊，咁第三名咧就嗰只大紅包，第四。四名有叫关健康奋斗同心就鸭上鸭落啊，咁啊结果呢只韦小宝咁啊都系好犀利啊，真系今场赛事一样以一个轻松嘅姿态升班打搭赢兼捧杯，跑第二名当家猴王，咁啊第三名大红包，咁啊第四名就真系好近，叫关健康蓝眼罩嘅黄衫八号奋斗同心要影相争第四，咁啊睇下第四名条线先。看來好像